回到新闻现场，持续来关心到高雄市长陈菊今天上午参加流行音乐中心的签约仪式，他亲口证实即将接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也让几个月来的传闻有了进一步的厘清。陈菊表示，蔡英文总统几次征询他的意见，而经过了多次考虑和秉持着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理念之下，他决定接下总统府秘书长一职，能够支持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院长在台湾现阶段面临改革困难的时候，我能够协助帮忙一点，这样的话，我想这是我认为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想要看到台湾能够更好，所以在很多的讨论之下，那最后我同意，我愿意承担。陈菊强调，未来将会挺力协助蔡英文总统以及行政院长赖清德治理政务，推动民进党政府的改革价值。对于高雄市民朋友一路以来对他的栽培跟支持，非常的感谢。更表示高雄是他的第二个家乡，他未来将一本初衷，以中央的高度持续来协助高雄的城市跟产业转型。